早上6:15，本来定的闹钟是5:30的，结果没起来。今天跟我爸和小妹约好了，我们上山去摘豆角，这个点儿他俩估计已经到了。我也赶紧下楼，出发，到地方了。欢迎上我家来做客。我来的好有点晚哈。他俩摘呢吗？摘呢。我还特意在家拿两个鞭子袋，今天就摘豆角吗？换个靴子，穿我妈的衣服，这都全副武装好了。早上是不是有露水啊？有，但是不用太大。哎呀，这时候就考验身高了。拜师也没事了，明年不用这个。我也去穿靴子，加入他们的战队。你咋不下去干呢？他来干啥去了？我要吃来了。吃豆角子，给他宰两个生豆角吃。弄死我！完了还有免费车能上来接，让人贵80，咱差那80-50的。穿我妈这个里边有鞋垫，我发现了这豆角架上面的长得好，但是我俩都有点够不着，都得找我爸。你爸比你高多少？我刚想说，咱爸能使劲撑着干呢。咱爸练瑜伽的呀。爸，你练过吗？没练过，练三打的，练摔倒的。你看这顶上都能够到。哎呀，轻点。这叫啥？就是依赖父母。他的是敢下狠手。我走了啊，下山了。你来也没什么意义。哎、来不把你送上来吗？送上来了。没良心啊！回家揍他。你不送俺们有电动车也能把车带上了。塞道了，用你了。哼，你们说的话，拿黄瓜再走。那黄瓜一会儿让你造霸园了。哎，都老了。我摘了这一编织袋。你俩还有多些呀？马上结束。这个点就开始热了。邻居家的大爷没事就来找我爸唠嗑。有请二号嘉宾登场。他用的道具就是桶，摘了一大桶。三号选手登场，他用的也是桶。还有加豆角，那边还有呢，那边也有豆角。不需要我呀？不需要，不需要。多吗？这边摘的不累。嗯呢。那边咱得钻豆角架，那里面可拉挺了。这豆角还能长吗？咋的了？你妈种一圈花啊，把这豆角子给踢的根本它不结，都爬上豆角架上去了。大太阳出来了，好晒呀！就这一盆呐。嗯，太热了，出太阳。不行，得把鞋换了，有点捂脚了。底下全是泥巴，放那去晾晾。咱俩先下去发货吧，让咱爸在这白工你。嗯，要不太晚了哈。嗯。就摘这点豆角也挺费时间的，主要是那架太多难摘。你咋不说咱俩个头矮呢？就我姐夫来也一样。我爸在这看着哪个苞米好了往下砍，这边整的差不多了，我俩要下去。吃完个柿子，大家要出发啊！嗯。